爹、马府上相，全都因为你的软弱，死不瞑目。手下败将，我非杀了你不可。杀了你，我就报了复仇，刘歆也不会死。身边，我好痛苦，三哥，司令，你不要说话，三哥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柱子，随行的太医到了。太医，快救他！是，三殿下。楚有文，我证明了，我可以亲手杀了你。是我误伤了楚有真。怎么会这样？摘星姐姐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已经派国师去医治有真了，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啊，公主，属下要将人犯马摘星带走。带去哪儿？
国王想私下问罪行刑吗？这里可是契坦地界，不容他用私刑。禀公主，要问他罪的不是国王，是大王